好，翡翠骑士呢，在经过早上在国庆大典上面表演之后呢，中午休息过后，下午来到了石奔老街，而现在我们位置呢就在石奔瀑布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学生们开心的要跟瀑布来合照，就是因为他们来到这边呢，都感觉到非常好玩，也非常新奇。Hello。 瀑布以后呢，就赶紧来这边合照。那其实他们也透露说，他们真的很喜欢台湾，现在听一下，刚刚访问。时间がちょっとすごくて、心が安らぎました。滝がすごく大きくてびっくりしてます。めっちゃ楽しいです。すごい、すごい、すごい、すごい。感動しました。我爱台湾，我爱台湾。Thank you。 好，那在瀑布这边拍照完之后呢，接下来他们就会去矿坑，然后晚上呢就会去老街。那在结束老街的行程之后呢，他们就会回到台北。回到台北吃完晚餐，其实接下来呢就会晚上到台湾的超市去走走逛逛。那今天晚上呢，也预计要让他们早点休息，毕竟他们今天很早就起床，明天下午就会搭飞机回到东京。那他们也透露了，其实这一次的表演他们都感到相当的满意，也很开心，这次可以来到台湾。